不是，这个还是翘的太高了，它没有刚才那一款好放。一个是低了一点，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不是那个光面的。刚才那个材料好放一些，好硬一些。对，那个是光面的。嗯。那个是背面是不平的。然后那背面不平的，它就要那个这个要密一点。嗯。好了，不用印了，把这点印了就行了。再踩一脚，再踩一脚，把那个 A 停了。好，现在那些觉得有没有干呢？